现在猫咪要拔牙齿。好啊，那你要谁帮你拔？不，别选我。要是他选我拔，我就完蛋了。你选我。姐姐帮你拔好不好？我要妈妈帮我。我再说一次，要是这样我就完蛋了。筷子手上场。噔噔噔来。噔噔噔噔噔噔，小狐狸弹那个鲨鱼的节奏来。噔噔噔噔噔噔，快点。妈妈先检查一下，好吧？来，先拿一只。好的。这只啊，哈。嗯。啊，我看到那个它长出来的牙齿了，这个。我看，看小狐狸弹钢琴，噔噔噔噔，快点。里面有一颗长出来的牙齿。好了，要拔了啊。快点。钱就掉下来了，来，来，你多破看一下，拔掉了，好，快点，快点，你要到那个牙齿，牙齿来，牙齿，嘴巴咬住，来，耶，那里装血，哎，你不要摸了，一点点而已啊，等一下，很浅呢，嗯，一下子就掉下来，那我看，我看，会痛吗，妹妹？会痛啊？嗯。好，咬住。好。加油。姐姐，你拔牙的时候会痛吗？就一颗会痛。妹妹，你上次拔牙会痛吗？不会啊。上次一颗是很久才拔的啊。好，咬。我咬了，直接把牙齿水挤出来了。小狐去拿一片那个橘络给妹妹吃。不知道还有没有过期。这是翻译橘络呀，来拖一点，妹妹放着叫，拖一点，要拿出来，对，嗯，假如太多了啦，你跟我不能，反正他们没有要吃，根本不能吃，哎，你说什么？我说我不行说，我根本不能吃，对不对？你看，妹妹，你觉得这次拔牙有没有很安心的感觉？没有，我也是，是啊，对。已经好几个洞了，下次还会想给妈妈拔吗？还是给爸爸拔？妈妈，给爸爸拔吧。你要不要看一下姐姐上次拔牙的影片？好恐怖哦！翻译橘络来了，橘络先用一条来，怎样说？我不行说，我不能吃。是吗？对不对？我不能吃。翻译橘络。在家里拔牙好，还是去给医生拔好？家里拔。诺、这条终于有用。好、啊，妹妹，好 Q&A 来，妹妹，你为什么想当 YouTuber？ 因为想当很有趣，你看哦，橘络给我吃。来，我们来读橘络题了。爸爸已经答对一题了，爸爸拿你的橘络。我刚才也答对一题了，我答对两题，好，再来。那你觉得当 YouTuber 哪里最好玩？点暗示，三的字是什么？是吧？三的字哪里最好玩？不知道。开箱都好玩。不知道不行，开箱都不是。哪里最好玩？开玩具。再讲一次来，哪里最好玩？没想到。第一个字。开心玩。开冰室。开拍箱。开玩具。开，
嗯。开游戏，开玩具啊。第二次是什么？嗯。开礼物。礼物。公平公正公开的妹妹，好。那你又想拍什么类型的影片？嗯嗯嗯，开玩具，开礼物，开礼物。不知道。不知道啊，对啊。哇，换你问，换你问。我想想哦。那问不动啊。我想想，只有绿色纸箩可以拿吗？快点，来，妈妈问一题来，快点。你喜欢 GoPro 吗？很好啊。不喜欢？很喜欢啊。我这样说就被你强行了。来，妈妈来问一题，快点。你比较喜欢妈妈还是喜欢爸爸？妈妈。我印错爸爸的啊。快给我几个，快给我几个，随便一条都可以。不要绿色的，还是给我黄色的。那有人问这种问题的？掉牙齿开不开心？好牙，对。掉牙齿开不开心？牙柱啊，牙柱。开心。谁比较大声？谁比较大声哦？我。我谁比较大声？我猜得出来，对不对？你看哦。你看哦。看这我一定不会的。这个颜色是这个还是这个呢？这个颜色是这个还是这个呢？这个吧。这个吧。是这个吧。或许是这个吧。或者。或者。妹妹，我给她一个同情票，姐姐们。没有同情票了，我们翻译局若公平、公正、公开，对不对？哦。你在学校最喜欢做什么？玩玩具，玩游戏。呵呵，什么？等一下同比场，等一下同比场。没有。你朋友多不多？不多。不算多。还算多。有很多。第一个字是什么？蛮。蛮多的。蛮算多。蛮少的。蛮多的。蛮不多。蛮多的。最后一个字是半。半，蛮什么半？半。蛮同半，蛮少半。蛮多半。没有伴，没有羁绊，还算伴，啊？算伴的意思，还算伴？蛮算伴哦，就是只有一半，对不对？嗯。同朋友有一半，第一个字我忘了。那你最喜欢玩家里的什么游戏？什么玩具好了？小孩子们，不是森林家族。五个字哈，五个字，对不对？我最喜欢，都猜对吗？我第一个字是我吗？小。小黑字与水水，小黑字玩夜市。再讲一次来。
玩小黑子玩扮家家酒。哦，太难了。好了，我们这一次橘络翻译橘络大赛，爸爸二四六七三七比三，爸爸获胜。总共有十个。好，牙齿要拿好，要保存好哦。好，来，妹妹做 ending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订阅我，记得订阅我，还要按下小铃铛。没有按小铃铛，每天晚上六点都会出新影片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下次见。电话是最重要的，说像爸爸猜对。嗯，爸爸又猜对了，好。爸爸优胜了。哎，妹妹，你要做什么？零一五四三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零一。我是零零。今天我们要拍的是猫咪掉牙齿的那集的下颚。下颚。我可能把它剪在同一集好了，好不好？好吧，随便。然后今天要把小牙齿放进去。OK。打开猫咪头，哎呦，有点残忍呢。怎么掉？掉了，掉了，掉了。你找隐形眼镜。赶快，我爸爸找。刚好可以关掉。折断了。这段剪掉，这段剪掉啊。然后他准备把小牙齿放进去。先把这个拿开。它会跑。你放在哪一个？开毛瓶。安全。一一二二，所以是这个吧？对对对，这个。哪个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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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塞住了。所以是两颗门牙一起掉下。好，妹妹来看一下，好像是像。一颗那个旁边那颗长得很高嘞，啊，对啊，就跟它那颗长一模一样，一模一样啊，一模的，啊，那牙齿这样岔开，两颗牙齿，哇，这影片的主角是我，里边这边是的，哈，我想盖，那我盖上去，对，要盖得很完整。然后绝对不行这样，我来多一个耳朵。会歪掉。对，会掉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按下小铃铛。每天晚上六点都会出新影片哦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